07级的顾雨峰，您的台词可带有？台词全都还给我了，您得给他调调啊。走，老师这边。好，就他。来，我再来跟你说一遍啊，他的名字呢叫做何文俊，他是上戏导演系胡英强专业毕业的呀。我们好了3年了。这还是异地恋呢。不能，他突然说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呀。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呀？他说你得跳出来看一下。我说我没有办法跳出来看一下呀。可是我得跳出来看一下呀。我就一个司机，你在这叭叭叭叭给我说了半个熊头。各位亲爱的玩家，欢迎来到丧尸围城，在这里有复杂烧脑的机关和恐怖惊魂的丧尸，请大家睁大眼睛，开始你们的密室冒险。降龙，那张老师，降龙，是降龙吗？是那个表演学院毕业的降龙吗？是荣获过三好学生的那个降龙吗？是那个不爱洗脚的降龙吗？是我，老师叫了一下，在这儿。您叫我丧尸26号就行了。蒋龙，张老师，你怎么来玩密室逃脱呀？我的表演课代表，2012级最优秀的毕业生，我毕业大戏的男一号在这里演丧尸。老师，我没戏拍这2年，确实演得真好。嗯。啊。啊，您是这个意思呀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您觉得我演丧尸丢人了呢。你把老师看小了。老师就是一个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呢，怪不得您来玩这个呢。再说了，丧尸不是角色吗？对，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只要用心来，处处是舞台。你做到了。您教的好。哎。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。老师，没想到也在这儿碰见您了。我真是，这一晃都毕业多少年了？这个5、6年了吧。也不说来看看老师。同学都火了，我有点。最近都演什么了？最近演丧。老师您快逃脱吧。逃脱啊，还跟你聊上了，没影响你工作吧？还行。那老师先走了，咱回头再聊了。老师那是假门啊。门在这儿呢。这你不说，老师上哪找去？别说我告诉您的啊！老师再见啊！啊，您慢走啊！哎妈，水逆呀！这太社死了！兄弟，咋样？我老师吓人吗？蒋龙，妈呀！老师再嘱咐你两句。回来了啊。老师进不去了，就在这儿跟你说的。小龙，哎，别叫我，这边能进来。还能进来？这边、啊、这有个门。这还有个门设计的。那你们这舞美可以啊。还行。蒋龙啊，老师啊，别叫我的大名了、啊、丧尸26。好，蒋龙。哎呀妈，老师是这样想的，前面有几关那个丧尸啊演得非常认真，对，但都是行尸走肉。老师，我们演的就是行尸走肉。特定情境下，人物个性化，身段即身价。你要干啥呀？老师，想着能不能让你再找点个性。嗯，在这儿找，不方便吗？这方便吗？那就行。不方便，老师。老师已经想好了，我上班了。你应该塑造一个专属于蒋龙的丧。行，别好。当别人一提到丧尸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那就得是蒋龙。
抢龙啊抢！哎呀呀呀，老师来吧，来你老师真高兴能再次跟你共同创。老师来，快快快，创我创我创我！好，老师，你要不快，那个快点创作。我是您觉得要，哎，你不是会跳拉丁吗？啊，拉丁，丧尸，很多丧尸演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舞蹈训练的。老师，咱们试试，这不太合适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and one。监控在这儿，讲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哎，丧尸的感觉出来给点高分，非常好。Seven, eight, seven, seven, seven， 非常好。再十 ，six, seven, eight， 看我 ，six, seven, eight， 嘶吼，嘶吼，再给我一点丧尸的感觉，再给我。吓我一跳！真的吗？啊，是不是跟前几关的丧尸不一样？啊，不一样。具体哪里不一样？他烫头了。他是自来卷。啊，专业演员。啊，是挺棒。叫蒋龙。他就是蒋龙啊，认识。我前两关一直听有人喊蒋龙，蒋龙。哎，我以为通关密码呢。把手机拿出来啊，上网可以搜到他，是吗？这真的搜？这个奖。那这小子别搜。是个演员啊，是，演过《全职高手》，还演过《逐梦演艺圈》。辽宁省少儿拉丁舞比赛二等奖。那我方不方便？啊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谢谢谢谢。蒋龙，大方的，露个牙。谢谢啊。哎哎。哦，这儿啊。啊，再见，蒋龙。非常好，那您就老师对这个拉丁丧尸非常满意，那您就咱们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加点音乐，加点音乐。老师想好了，应该给你找一个悲壮一点的音乐，更能带动你的情绪。蒋龙别着急，还有人物小传呢。你看老师是这样设计的啊，一个梦想着当演员啊，他来到了密室工作，又碰见了自己的老师，突然爆发了丧尸病毒。你想想，他应该是什么状态？张弛，老师，张老师，老师，求你让我逃脱吧，太尴尬了。蒋龙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忘了你刚入学的时候了啊？你说你是自来卷，结果你当着全校的师生演了一根拖把都没觉得丢人。之后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时候，老师都会给他们讲撵拖把的故事。你不信我他的我懂了。社死。老师，都过来啊！同学们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到的蒋龙师哥。师哥好。蒋龙，欢迎们。老师，啊，这就是您说的拖把师哥。就是他。还在戏里，还在戏里、啊、看看蒋龙师哥，再想想你们自己吧。平时对于角色挑三拣四的蒋龙师哥怎么不挑？因为他记住了老师的教诲。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只要用心来。
处处是舞台。进来，龙儿，把刚才那段拉丁丧尸给大家伙演一下。来 ，three, seven, eight, 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, and 丧尸的感觉没有了 ，seven, eight。老师就说没有音乐干吧。降落！No！ 别着急，丧尸的病毒正在你体内慢慢的爆发，你正在跟自己做挣扎，是人性还是丧尸？你正在做最后的抵抗啊！但是你不能忘记你的名字，降落。落累了，我一定要把这段视频发到全校大群里面。出戏，孩子，出戏，可以出戏了，孩子。各位玩家，请继续往前走，前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卡。这个声音，零七级的顾雨峰，您的台词可带有？台词全都还给我了，您得给他调调啊。走，老师这边。好，叫他。到底哪来的自信做出如此胆大的决定？铁男呐、啊、你跟我生活一起七年了，就不能从我的身上学学逻辑思维能力吗？杨凡，你没有良心。我忙这大半年我图什么呀？不就为了元旦这三天两夜吗？现在可倒好，临出门了你找我麻烦，我怎么了？我戴个帽子怎么了？那我问你，咱们去哪儿？北京通县。具体地点？环球影城。你不要让我在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羞辱你好吗？那环球影城有唐老鸭这个人物吗？那我还给你买了一瓶，你要不要吗？我要。谁？谁要去首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？谁？谁要在北京出生那么一段天亮就算分手的恋情？谁？谁要给这段不要脸的恋情判一个死刑？死刑立即执行，判进够。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们炒的司机呀、啊，不是保姆车吗？出去玩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等半天了，快点的哈！不好意思，我先把行李拿下行了。哎，好，快点的，快点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感谢，来。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行程，第一站我们要去天安门看升旗，再去潘家园赶大集，再去工体包个地，最后去环球影城玩一天。都准备好了，老 baby 们出发。我先上个厕所。哎，厕所里有人，妹妹在家呢。哦，妹妹在家呢，约了她男朋友来跨年，要不能赶紧给她到地方吗？还是人家幸福，是能跟心爱的人一起度过跨年夜，不像我们要一起去旅游啊。我正好还有瓶二锅头，留下给妹妹助助兴吧。人家要你二锅头，人家是晚礼服穿的，高跟鞋蹬的，头发蓬松的像练武功的。出去玩啊，一路走好。你不是约了男朋友吗？他刚刚通知我要跟我分手，我呀失恋了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没事儿，说没事就没事，你长点心行不行啊？静儿，
真没事儿啊？真没事儿。这是真没事儿。今儿会金枪刺猴啊！这二老弟要干嘛呀？那你干嘛不就失恋吗？没事儿。真没事儿。来，我再来跟你说一遍啊。他的名字呢，叫做何文俊。他是上戏导演系胡英强专业毕业的呀，我们好了3年了。这还是异地恋呢。好的，他突然说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呀。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呀？他说你得跳出来看一下。我说我没有办法跳出来看一下呀。可是我得跳出来看一下呀，我就一个司机，你在这叭叭叭叭跟我说了半个熊头了，不就被一个耍胡英强给甩了吗？你今天到底走不走啊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大哥活儿拖着快点的。撒！哎，哥，赶紧走吧，这师傅说话挺治愈的。哥，那你真没事啊？我真没事儿。那你快把皮箱给我，别坐坏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静儿。哎。你不是想看一下环球影城的票吗？啊，看完没还给我。啊，你呀，挺机警的。少来脚，把身份证还给我吧。我真是98年的。拿着滚。你还差什么呀？我想如个厕，我打一个门就好嘞。敲木声的，出发。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妹妹难过成这样，我还好意思出去玩儿？你们不知道，她小的时候只要一伤心难过，就会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等着我安慰，就会一个人平躺在沙发上等着我安慰，就会一个人在沙发上大劈叉等待着我安慰。总之，从她的身体，我读出了3个字：她需要我。我不需要你，打扰了，我真读。还是我留下吧。看今儿的状态，受的是情伤。疫情感情这一块，咱们四个也只有我最有经验。离婚的经验 ？No， 都往后扫扫那么一扫，还得是我来。小丫头，滚！我那个，我其实想说呀，先上个厕所。你们就不要再找借口留下来安慰我了。我的问题你们四个解决不了。那谁能解决？刘声音。我的好闺蜜，她也失恋了。这种时候，只有女人才会明白女人。刘胜英，呀，你来了。哦，你还失恋了？我们姐妹俩病实在是太苦了。我们以后再也不要相信男人说的话。我现在看到男人我就反胃。还记得王家卫说的吗？所有失恋的人要一直往南走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地方叫乌斯怀亚。冷冷的，去干嘛？那有一座灯塔，所有失恋的人去，能把不高兴都留下。那我们一起去啊 ！Guys， guys！ 这样的话，我们 boys 就先撤了。宝宝，你来干什么？渣男！你听我说。我绝不绝育，不是，我绝不允许我们两个人分开。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了。我知道，我不够有钱，还有，就这一项就够致命了。我不够有钱，我会往有钱了够。我不够帅，我会往帅了长。总之，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刘胜英。哎呀，胜英，我愿意嫁给你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兄弟们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我带你走了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的好闺蜜要结婚了。何文俊，你不光给不了我一个婚礼，我连一个面对面的分手都不配有。谁？何文俊，给金静送的快递。
你好，是金靖女士吗？我是吗？你是啊。我是。好的，那个李飞，你那单快递是这屋的，我上楼送花去了。哎，哎呦，我这一顿找啊，金靖是吧？来，给你快递。这些都是我给他的东西。他熬夜脱发，我给他的芝麻丸；他换季上火，我给他的金银花；还有这张唱片，是我最喜欢的。他连拆都没有拆，哎，你们看有什么合适的自己挑吧，啊，别跟我客气啊。静儿，这芝麻丸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金银花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圣宝片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这丝袜不是我给我买的吗？正好物归原主了吗？那个，来，你们等会儿再交换。这单是到付了，谁把钱付一下？我来。你们赶紧走吧，别让人家师傅多等了，大过年的都给我高高兴兴的。我先发言，静儿是需要一个面对面的正式的分手。我是这么想啊，我觉得静儿现在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一个面对面的正式的分手。你醒醒，我刚说完啊。我没注意听，我的意思就是啊，我没想好。今天是跨年，我们要让他这段失败的感情留在2021。我建议咱们给他办一个分手仪式，咱俩想一块儿去得了吧。你分手仪式这怎么办呀？这还不容易吗？你说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吧？好，结婚怎么办？我们就给他反着办，现在就差前男友。我听明白了，那我就牺牲一下啊，我去演前男友。木子，哥有你这兄弟，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但是你劲儿太大，我怕你伤着他。哎，你们看这个怎么样？哟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文俊。当然不行了，我妹妹又不傻。文俊。Unbelievable。你来啦。你来跟我和好是不是？行，你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就答应你。我求你，我求你跟我和好吧。文俊呐，今儿你是来跟静儿分手的，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弄死吗？我早就想死了。分手仪式现在开始，第一步，互放狠话。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好。何文俊，你离了洪一枪，你啥也不是。我早就有新的女朋友了。她在哪儿？哎，帅哥，我是 Rose。她果然比我漂亮，也比我有趣啊。什么才叫漂亮？要多有趣才叫有趣呀。你就来这一趟。我要你热烈而又自在的活着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加速。第二步，退还定情对戒。来，哥，加油，哥，你加油，哥，加油，哥，那是我自己买的。好的，从今天起，无论他贫穷还是疾病，熬夜还是秃头，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第三步，向双方亲友泼茶。痛快，老死不相往来喽。好，既然老死不相往来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。爱过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
文俊，如果你难过，就一直往南走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叫乌鲁木齐、乌兰巴托、乌苏里江，是乌斯怀亚。对，乌斯怀亚的地方，贾樟柯曾经说过，在三峡大坝那儿有一个好人，你往他身边一坐，就啥都不记着了。就别等了，赶快出发吧。不，文俊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往窗外扔了一只袜子。高空抛物是不道德的。好了，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渣男毁了自己的2022，而且我还要等那个对的人呢。没错，你们走。这样，其实那个对的人一直就在身边，对吗？大舅哥，妹妹交给我，你放心大舅哥。我是放心他，我不太放心你呀、啊。这样，你注意安全。木子。Unbelievable！ 哎呀，木子，木子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等我，等我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星空线吗？我哪儿也不去。那我们就把你绑过去。哎，我给你找个外套。哦，这件怎么样？洗面奶和爽肤水我都给你带了啊。这光腿神器咱带两双够了吧？跨年夜嘛，就得和心爱的人一起度过，对不对？即使没有何文俊，你身边还有我们呢，开心点。大刘哥，你干嘛要提何文俊？把我小心肝都惹哭了。我哭不是因为何文俊。那又是因为什么？你还知道都快12点了呀，我一个活我都干了快8点了，我累不饱啊。这样啊，就快跨年了，我再简单的说两句啊。你可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不走啊？2、1，新年快乐。这首歌我妹妹最喜欢，咱听完了再走。就这个，好，这有啥好听的？